我好像经常看到他左脚踩右脚，特别有时候跟他出去的时候，他会穿拖鞋，然后就像那个拖鞋，特别是左脚踩右脚，他会飞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蹦一下，让他们都跟着一起来。像故事里那公主的城堡有多远，轻轻地闭上眼，带你去童话世界，旋转木马的爱恋，气球在云朵上面，阳光洒落在你可爱的脸，可不可以让摩天轮转满手牵手数数幸福第几圈，画出了感情线。和蜜糖一样甜。